以元宵风炮闻名的盐水，位于八掌溪和吉水溪流冲刷而成的三角地带，因溪流在此形成月状曲流，又称月港或月津。明清时代，因为和大陆来往频繁，陆续有移民前来此地开垦定居，渐渐形成聚落。谚语“一府二路三艋甲四月津”的“四月津”，指的就是盐水港。由此不难想见昔日的繁华景象。日治时期，纵贯铁路原先预定经过盐水港，但地方士绅以铁道贯穿会破坏风水为由而极力反对。此一决定也让盐水港错失成为陆上交通枢纽的机会。由于溪流泥沙逐年淤积，港口机能丧失，进而造成水陆交通都封闭的困境。即使后来盐水港制糖株式会社的案内糖厂设立于此，数年后也面临了关厂的命运。如今只剩厂内珍贵的老树，默默看着盐水小镇楼起又楼塌。